你能不能做乐高70500？我以前买了，不小心不见了。嗯，70500。70500。我们这盒乐高幻影忍者70500凯的火焰机甲完成了。这盒乐高幻影忍者70500呢，是乐高于2013年12月推出的产品。它一共有101片乐高积木构成，里边包括有两个人仔。那这一盒呢，也是一盒入门款。那这一盒小小的机甲，它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呢？首先先来看人仔，那这一个有武士装扮的凯呢，是这一套70500里面独占的人仔。他身上的服装呢，以红黑相间为主，还有金色的镶边，看上去呢也是相当的漂亮。来，反面还有个火焰的标识，那这一个人仔的脑袋呢，是一个单面印刷的脑袋。哎，看到没，单面印刷的脑袋，而且他的脸上呢，似乎还受了点轻伤。再来看呢，这一个反派的人仔呢，是一个小小的弓箭手，他手里呢拿着一把弩枪，背后呢还背着箭袋，随时可以把弓箭拿出来。哎，他头上呢戴着一顶蓑笠，这个蓑笠拿下来之后，他的这个脑袋呢依旧也是单面印刷的脑袋，身上穿着着士兵的铠甲，看上去呢，哎，似乎作战能力还不弱。那这一个人仔呢，不是这一套70500里边独占的人仔，除了这一套70500之外呢，后面你还会在70503黄金神龙以及70505光明神殿里边看到它。接下来再来看的呢，就是这一个主体的凯的火焰机甲了。那这个机甲的搭建呢，一看你就知道非常的简单，他手里呢也有一把搭配的武器。手里武器的搭建呢，也是相当的简单，一共用五片乐高积木构成，而头上的这一个特殊开模的零件呢，还是透明的零件，看上去相当的漂亮。它的驾驶室呢，是一个敞开式的驾驶室，人仔呢是直接站在这上面的，这里的 2×2 的板呢，是直接让你固定住人仔的。来，我们放一个人仔上去。人仔上去之后的效果呢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嗯，看上去就像这个凯在驾驶着这一个机甲一般，但是呢，这个机甲真的是完全没有包裹，他站在上面驾驶这个机甲呢，总让人觉得，哎，似乎有点危险啊，而且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，我觉得随便射一支箭，这个机甲可能就要瘫痪了。他的手臂和腿呢，都大量使用了这种两边接球形关节键的零件。那这个零件呢，在当时是大量运用在生化战士以及英雄工厂的套装当中。那这边当中的这个球形键呢，也是可以让你再接一片护甲。哎，这种搭建方式对于喜欢生化战士以及英雄工厂的朋友来说，肯定并不陌生。但是这种安装的方式出现在乐高幻影忍者的机甲当中呢，哎，真的是屈指可数。腿的零件跟上面手臂的零件是完全一样的搭建方式，而它的脚掌呢，也是一个大的球形关节键跟腿进行连接的，连接出来呢，粗粗壮壮的，看上去应该挺稳固。再回到它的手，它的手跟手掌连接呢，也是通过一个球形关节键，然后这边的图案呢，依旧是贴纸。然后它的掌心呢，也有些特殊的图案，也都是通过贴纸来呈现的。它一共有四根手指，看上去灵活性稍差一点，但是这四根手指的组合呢，也能够捏住那一把剑了。这个机甲的左右手呢，是不一样的，另外一边的手呢，看上去像是一个火焰喷射器的感觉。嗯，一共有五个喷射口，看上去威力应该也挺大。然后它的肩膀这边呢，花纹全部都是用贴纸来呈现的。这里跟这张贴纸我们贴反了，我懒得把它撕掉了，就特意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吧。
最后再来看一下它背后的这个装饰，哎，这个装饰呢是使用了刀剑来勾画的。放远了来看呢，你会发觉它的配色再加上后面的这个造型呢，猛一看有点像孙悟空的机甲，我不知道你是否有这样的感觉。那这一套2013年的乐高幻影忍者，相信不需要坏雪多说，大家应该都猜到了，它早已绝版停产了。那现在你在那些万能的第三方渠道上面呢，差不多要400元左右才能买到一盒全新的70500。哇，400元左右买这么一盒东西，这个价格真的已经非常的不划算了。除非你是特别想要收藏那些老的乐高幻影忍者的套装，不然的话坏雪建议你还是来看一下坏雪的视频云玩一下就可以了。好了，今天坏雪的乐高仓库就到这里，这一盒乐高幻影忍者70500凯的火焰机甲你还喜欢吗？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，别忘了关注点赞分享，我是坏雪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